所有和尚可能都不会想到，就在3年前，寺里居然相继收到了7只小老虎，他们的名字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各自的特点：苍天、黑云、闪电、彩虹、阳光，还有另外俩兄弟暴雨和惊雷。这些老虎始终保持着他们的野性本能，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照顾并给他们喂食的和尚们的气味。佛教主张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们都要和谐共处，所以和尚们正努力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让捕猎者和他们的猎物物尽其来。这种混居生活就如同行走在刀锋边缘。虽然和尚们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远离生肉，可捕猎者偶尔也会露出野性。食物的营养会影响老虎的个性，他们的食谱很特别，丝毫闻不到血腥味，清炖肉馅儿外加狗食，老虎们都很喜欢这道美食。啊，没错没错。吃饱喝足之后，暴雨和惊雷喜欢紧紧蜷缩在一起。小老虎们在寺庙内畅行无阻，甚至可以进入和尚们冥想的禅堂。有时当寺庙的住持在讲禅说法时，年纪最小的两只小老虎暴雨和惊雷就相伴左右。我们可以投胎转世为老虎、大象、狗、猫、鸟和其他任何的生命形式。我敢肯定，寺庙内的老虎曾是我的老朋友，都是一些无法克制嗔念的僧人，所以才投胎变成了老虎。按照佛祖的训诫，僧侣要过清贫的生活。潘春今年23岁，有这些动物在，我从来都不觉得孤单，而且我们都成了好朋友。不管什么时候我感觉心烦不安，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就和他们一起玩。这些动物在这儿都不用捕猎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同伴。